我要先找到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我有很多很多商品。祝我们的朋友好运。现在没有目标。
车，解决敌人。遵命。我看得出你内心的黑暗。死亡才是。我永不熄灭。你还在坚持什么，阿里欧克？尽情释放你的怒火，解开我的束缚，我会让你见识我的怒火，基尔罗格。答案很明显，阿里欧克，不服从就是死。这是你的朋友吗，阿里欧克？等等，你们看起来很眼熟。这一天我等很久了，都给我上！终于，这就是我所看见的死亡。感谢各位英雄，我会跟你们并肩作战。主人下了命令，杀光这些入侵者。终于和主人合而为一。我已经吞噬了千百个灵魂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赋予我无穷力量，现在就释放在你们身上。我的力
从没想过古尔丹竟然会做到这种地步。我们必须继续前进，这里有个传送门，能让我们更深入堡垒。传送门好了，勇士，做好准备。我不知道古尔丹还在这里弄出了什么鬼东西。整座堡垒都是古尔丹的腐化力量，第二道传送门就在附近，挡住他的恶魔，我来破解封印，好将传送门导向他的位置。要完成，阿爷会笼罩你们。我离得太远了，泰洛克也保不了你们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我赢了吗，无知的蠢货！破解第一道封印了，很快就能用传送门去找古尔丹了。还没死心吗，地狱猴？你的钢铁部落必定会臣服于燃烧军团。没有人可以奴役我们。撕裂你们的灵魂，
我要用这把斧头砍断他的喉咙，挖出他的心。我会拿你的头骨当头盔，然后击退邪恶的燃烧军团。我可真厉害！谢谢你。剩下的交给我，我要来收割战利品了。结局是时尚的燃烧军团，除掉所有挡路的人。是的，是的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结局。传送门就快好了，又破解了另一个封印。
连结就要完成了。好好战斗啊，蠢材，阻止他们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哼，无所谓。看来充能已经完成了，最终的连结就等一下再来吧。好了，我们来把账算清楚吧，虫子。连死亡都阻止不了我，就凭你们连结，我无法控制。就算只有灵魂，我还是能打败你。萨格兰，保护我！解开最后封印了，我的工作就快完成了。埃雷达尔，个个骁勇善战，你想找死吗？你们会变得虚弱又无力。够了，你们的死期到了，同时凄凉。传送门打开了，他会直接传送我们到古尔丹那里。现在该要他付出代价了。
先观察再反应。他们来了，快，古尔丹命令我们一定要完成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没用的蠢货，凡是燃烧军团要的就一定会实现。起来吧，马诺罗斯，很好很好，你的主人召唤你再次回到这个世界，无需畏惧，马诺罗斯，魔化之力会让你更加强大，让他们痛苦挣扎吧。都会找到你们。古尔丹逃到黑暗之门了，动作快，勇士，他已经无处可逃。该做个了断了，把他的头留给我，我用得上。知识就是力量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学到很多。自取灭亡的蠢货，黑门已经完成了，看看燃烧军团的力量，在绝望中战斗吧，凡人，末日降临这个世界了。古尔丹，黑门就绪，准备入侵，这些废物挡不住我的，最后一丝光明将在我手中熄灭。是，主人。我的到来是世界末日的前兆，废物，你们这些薄弱的兵力，马上就会被燃烧军团吞噬。让毁灭之声响彻一无是处的世界，圣皇早在我的俘获下沉，看看燃烧军团玩腻了这种，我要粉碎这个世界，把古尔丹的一切都会在扭曲虚空。古尔丹，我誓约，
觉得还没结束。古尔丹还有指使他的那些恶魔可没这么容易解决，我担心这只是个开始。如果你需要帮忙，我们就在这里。哼，那就后会有期。有个智者曾告诉我，在圣光中我们合而为一，未来属于我们，我们会携手让德拉莫重获新生。真是战斗的好日子。